期待期待你发现我的爱。吃饭了，小姨妈来喽，我们再来吃上一次大扇贝。我的天哪，太好吃了。我告诉大家，我特别爱吃大蒜，但是大蒜的味道是不是隔着屏幕都闻到了。野外吃大蒜的评论区告诉我，开灶。哇，好大一碗，像不像那个大炒大大的蛋炒饭。我的天哪，哇，听着啊，光盘小扇贝，从我做起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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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越吃越快乐哈！把这个小的一口闷一个啊，一二三四五，上山打老虎。又开始自娱自乐模式，一口一个小朋友，一点点也不浪费。太大了，这个进不去。这个肉好紧实啊，哇，给我一个支点、哦、一大块下来了，我们跳起肉肉，哈哈，搭不下来都是我的嘴唇还在使劲，太爽了，真不敢相信这么美味的东西还有人不会吃。蒜蓉啊，太香了吧，这个味道，哇，看到没有，有黄，看到没有，哇，糟蹋。又成功录完一个大的，哇塞，把这个黄出来，质量也太多了吧，给力，我怕我怕我怕怕怕，最后一个了，看这个，哇，它的黄是最大的，我的天，这肉肉爽到爆，录完，真的黄好大，就跟那个大蛋黄一样。大餐之后来上一个这个，非常 nice 的。但是我，你说吃什么？我来替你吃啊。